这个慧命一代传一代，生生不息，永远传下去。因为我们现在真是白眼病例啊，有10008000嘛，所以这个道脉啊，要永远的流传下去。所以用黄色代表了生生不息，也代表了天地铸成，天地进行。但是我们新换道各位同学也要效法这个铸成不息的精神，所以希望各位新道无论如何到哪一个地方啊，受到某一种考验，受到某一种障碍，我们都要突破，要突破才能够铸成不息。所以这里面或许有一个或许铸成的一个啊设计的想法。还有我们啊，这个从那个老母那个树下的那个底都是红色的啊，红色的。因为老母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老母是无形象的啊，各位有没有当过妈妈？大部分的啊有当过妈妈，请问各位当妈妈一定有什么？有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有了爱才会有子女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没有爱就没有子女。那我们今天各位得了这么宝贵的天道，我们要不要有爱？要啊，我们的爱不是爱我们的子女而已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兄弟姐妹，要爱我们老母的所有子女。所以我们要孝化老母，也叫做什么？叫做热诚热，有了热，发光发热，有了热才能生生不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希望各位同心，我们得了大福后，能够发挥我们热，能够呢培养我们的后世，让我们的后世能够生生不息，这就是。颜色的一个概念，那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，我们白羊阴阴啊，这个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佛堂啊，都是差不多都是个字啊，明明上帝无量清晰啊，诸诸诸圣三界十方万能真常，这个20个字。这20个字呢，或许是听说的哦。我们心理和老前人从大陆要来我们台湾开湾，他带来了这个神位的这个匾呐、木匾的哦，佛匾的哦，就是20个字。从那个时候呢，是用纯水的，用做线啊。我们心理和老前人来台湾开湾的佛堂。20个字啊，是用竹子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木材给它雕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大概建筑啊是这样的哦。那我们身上的身体法布也是受制父母，绝对不可以有稍微的损毁。接下来，神音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《母亲》。母亲。
可怜，叫咱可怜，咱辛苦有得，但是咱唔知影有得，所以唔知影有得，所以我比我所讲的较规范。等咱上到后，你讲出讲诶，咱爱世，咱爱世界观，咱的心中就是咱观的世界中。咱爱真正道理，咱的心中，唔通讲咱道理，咱的心中咱唔知。所以信名相就是归心之念，它因为归心之念，伊破我真多的污点。那么啥是归心之念？先等下来滴，咱来慢慢来，咱来做些报告交互听。达到自以自利尿利不可求，所以咱是咱对当前当前代志咱都唔知影。哦，当前代志，咱去看各家的研究，包括一寡较老的人伊讲。咱拿以一万分来讲，咱人百多万一分，九千九百八十九万八。那讲以一千分来讲，咱人百多万一分，多九百八十九万八。杨先生讲，我做博士的哩，人我这边啊，真正呀，含这个博士，何况咱像咱中国这个五星博士、前十四个博士含，对乌牛来讲，一百也不是，千万分一分。啊！大家讲讲句话，哎，真正，所以这个思想，这个叫第三讲，就是开悟了，讲讲。底下，那要用咱的天边，用咱的头壳眼去思考，用咱的理解眼去了解整个宇宙的能量、宇宙的思想、道理也好、思想也好、思想也好，都要先从东西门里面开悟了解。这个门呐，好厉害，太空了解。啊！你看那个 B， 那 B 版的叫乾坤，乾坤里面那些国家也变胜不了。空那个什么呢？空间在变，乾坤在变，比如就计算数不灵，比如你讲用些那个算数啊，想太大的数，它会是变胜的嘛。所以这个是微妙不可及，不可及，我来体会一下。微信讲啊，也难相信不灵。太未出，咱上心就上心的意念白起，所以每一个人想拢有一个苦欲心、起欲心，有一个限制心。像咱台湾，咱讲台湾本身，咱讲一个北京国语啊，哦，这个少年咱较老，有一个语文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咧加有一个语文。咱台湾人真啊，咱真正出世个，你捌三种语言的，然后三种语言，你再四种语言的，算袂歹，哦，是袂歹，是真老啊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咱人其实苦逼办医院的能力，但是咱确实苦逼限制了。苦逼限制，我所咱讲的啊，台湾的国语啊，这些教育思想的教育，其实怎么样？伫内心的世界内底，当世界语言当代表咱内心的世界，内心的情绪、内心的意义、内心的思想，因为是两限制。所以讲，咱人的思想。咱人的观念，咱人的理念，包括咱人的性格，种种拢有些不一样，限制了。真的，我变了个十八岁，十八岁就泡蛋。真的，十八岁他外国，他咱讲他别嘛，他外国。所以人，讲咱亚洲人十八，啊，十八岁五年，他外国人都很难过难过难，真的，多难的事情，这样子限制。好，啊，不是咱国人。天道、分道啊！你用过来看，无论是看这南方人、北方人，吼，不行都无差别，没有差别。你个偏偏可能买的是差别，哎，有差别就对了。这道理有没有道理？不明白，那哪办得了？还是那办得了？哦，像别人一个看开了，一时的人五万钱、两千块、这两千、两千啊，但是像别人来说叫不行，行不了。所以有鸡料，有鸡料，有鸡肉，有鸡卡，有鸡肉酒，有鸡肝，我全部是大肉。是不是很神奇啊？啊，这边哪个？哦，当然话就这也就是天地间的事。那么我们做啥哪个？你的是道来变的事嘛？不是咱讲自然而然，讲它就不能够归无常，不能够归无我安安的嘛，不是嘛？所以不可惜，所以叫做一线的记忆，一线重要啊！因为比咱看的，是讲社会，或者是讲咱现在看做
谢不可以放下就放得上。哎，这是两样东西啊，比谢不可差一万倍。咱现在杀人的关系，病毒很毒，社会咱都是有看的，有社会的存在，无政府人家讲有社会的存在啦。但是呐，他大一点，咱有社会哦，可阿弟我来搞的，阿弟我来搞的，他讲有社会，讲社会哪路上我不懂的，你讲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不，我也不要相信你讲这个。但是现在讲社会我怎么办？所以他在那几年。进来有人吃哦，要不就老板。我进不来吃，社会嘛，地方来这过来过来过，进不来。啊，所以会这个社会，咱看会到，看袂到。但是看袂到，它心里是存在。所以讲社会啊，你咱的心有咱的病，病歹的困啊，你咱心都怪咱的病。你看袂到，但是最边角度，最边。也跟你说，真的，它会显现。但到天天的角度来说，有时要心想，新鲜的那个东西一点，哎，确实的哦。所以你那是讲一滴流感性的吼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二无好洗，叫放第三期的，是真救袂起的。啊，其实感情是啥？一个癌细胞尔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癌细胞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是怎样？啊，看我，但是看我，他会也会有意思。啊，咱人精神的形，咱人精神的动作，咱人精神可能要形象、要职业、要会、要官、要做多，绝对在台。其实咱看我一个人啊，变是人会讲，咱做多话是真正讲成啊成下落，绝对会在迄个性格的个主宰。啊，迄个新人看会着，看袂着。啊，看袂着，那你心酸啊！你有爱囝无？看无？会知迄个爱心，一定会因为表现着，刚刚要表现出来是真正。啊，尤其呢，我们也会把这个慧命一代传一代，生生不死，永远传下去。因为我们现在真是白眼病病啊，有10,800嘛，所以这个道脉啊。永远的流传下去，所以用黄色代表了生生不息，也代表了天地铸成、天地进行。但是我们新办道各位同学也要效法这个铸成不息的精神，所以希望各位新道无论如何到哪个地方啊，受到某一种考验。某一种障碍，我们都要突破，要突破，才能够自强不息。所以这里呢，后水的一个后水柱子的一个啊设计的想法，还有我们啊这个从那个老母那个柱下来，那个底都是红色的啊红色的，因为老母，我们不要说我们。老母是无形象的哈，各位有没有当过妈妈？大部分的哈有当过妈妈，请问各位当妈妈一定有什么？有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有了爱，才会有子女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没有爱，就没有子女。那我们今天各位得了这么宝贵的天道，我们要不要有爱？要啊！我们的爱不是爱我们的族里而已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要爱我们老母的所有族里，所以我们要孝老母，也叫做什么？叫做热诚热，有了热。花光花热，有了热才能生生不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希望各位同心，我们得了大福，能够发挥我们热，能够呢培养我们的后世，让我们的后世能够生生不息。这个是这个颜色的一个概念啊，那当然了哈，因为。我们大家现在也知道哈、哦，我们白羊阴阴啊，这个我们
所有的大部分的佛团啊，都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字啊，明明上帝无量清晰啊，至尊至圣三界十万万能真主，二十个字啊，这二十个字呢，哎，或许是听说的哦，我们西域何老仙人从大陆要来我们台湾开光，他带来了这个。变了哦，就是是那个时候呢，是那个泉水用作下啊，我们西域多少钱的？台湾、台湾、罗南也是这二十个字啊，是用泉水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木材给它雕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大概建筑啊是这样的哦。那我们。叫咱陪，咱身躯有道。
但是咱唔知影有道，所以唔知影有道，所以我比我所讲的较规范。就咱像当头你讲所讲的，咱爱世，咱爱世界观，咱的心中不是观的世界中。咱爱心也多在咱的心中，唔通讲咱多在咱的心中，咱唔知。所以信念上就是归心之念，它因为归心之念，伊破我真多的污点。那么啥是归心之念？这等下来咧，咱咧慢慢来，咱来做些报告来分享。达到自以自己妙义不可求，所以咱是讲对作些作些代志，咱都唔知影。哦，作些代志，咱分个啊，家己研究，包括一寡较老的人咧讲。咱拿以一百分来讲，咱两百多万一分，九千九百八九万八。那讲以十分来讲，咱两百多万一分，多九百八九万八。也许讲我做博士，我哩讲我这边呀，哎，真正呀，含这个博士，何况咱咱像咱中国这个五十博士、七十四博士含，对乌牛来讲，一百也个是千万多万一分。安在叫不平滑滑，哎，真正，所以这个思想，这个观念，第三讲就是开悟了，叫不。第七，那要用出咱的天边，用咱的头壳的去思考，用咱的理解的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物件，宇宙的思想道理也好，思想也好，思想也好，都要先从东西门去念太空的用法，这个门呐，好厉害，太空的用法。啊、你看这个 B， 那 B 版的 B 要千分，千分里面的结构要变成不到了。空，这个是哪？空间在这些都下来的比如，就计算所不变，比如，你讲用些那个算数啊，想代表的数，它会是变成那个。所以这个是 B 秒不可取，不可取，我来体会一下。为什么讲咱也不能将心不变？太未出来，咱上心叫上心的意念放下，所以每一个人想的拢有一个苦欲心、起欲心，有一个限制心。像咱台湾人，咱讲台湾人，伊都讲一个北京哦，国语啊，哦，现在少年咱较老，有一个英文，哦，啊，咱读英文咧，加有一个英文。咱台湾人，现在咱真正读出一个，要捌三种语言的，然后三种语言，一个四种语言的，算袂歹，哦，是袂歹，是真老啊，啊，为什么啊？咱人其实苦逼办医院的能力，但是咱就是苦逼限制了。苦逼限制，像咱讲的啊，台湾的国语啊，就是教育思想的教育啊，其实甘是啊，伫内心的世界，伫当时的语言，但代表咱内心的世界，内心的精神、内心的意义、内心的思想，不可能，因为这是两个界限。所以讲，咱人的思想。咱人的观念，咱人的理念，包括咱人的性格，种种拢叫做苦逼限制条。真的，我变个叫做不会，他不会就套啦。真的，他不会他话多，他那个他别嘛，他话多。所以人，讲咱别人就他不，他查某人容易，他话多会就他难过啦，无啦。真的，很多人都贪心，这样子限制。哦，啊，不是他不会。天道、分道，啊！你用多咧看，无论是看这南方人、北方人，哦，不行，都无差别，没有差别。不过偏偏我咧买，有差别，啊，这个差别就对啦。这道理从内到外，都一样，啊，哪不一样？还是哪不一样？哦，食鸡卵，甲看卡路里，一食两毛啊，一两汤啊，一两千两钱啊。但是食鸡卵，那是叫无形形体了。你有鸡了，有鸡了，有鸡肉，有鸡卡，有鸡肉，只有鸡肝，我都不是大路，就是一个生命。啊，这边哪讲？哦，当然讲，这也就是天地间的事。那么，我们这样讲，这个是道来变的事嘛？不是咱讲自然的来讲，它就不能讲无形无相，不能讲无形无相，我安尼嘛，不是嘛？所以不可切，所以叫做一线的距离，一线一线一线大呀，一厘米咱看袂，是讲社会，现在是讲咱先看这社会跟国家是嘛子啥？哎，这是两样东西啊，比社会更差一万分。
咱七十三岁的关系，病毒懂？社会咱都是有看的，有这不能存在的，无这不能讲讲有这不能存在啊啦。但是人较大迄阵，咱有细菌哦，去阿囡仔外口咧，阿囡仔外口咧，我讲有细菌，讲细菌啊，拢咱无不懂的。你讲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也不一定要相信你讲这个。但是真正讲细菌，我是明白。所以较大迄个饲鸟，活泼咧，进来我咧饲鸟，要是做老板，我即个人咧饲细菌嘛，饲来咧过来过来过来，进不来。啊，所以会迄个细菌。咱看会到，看袂到，但是看袂到，它是实际存在。所以讲，细菌啊，伫咱的身躯，咱就会病。病歹的菌啊，伫咱身躯作怪，咱就会病。这个看袂到，但是最灵巧、最灵巧的变异就是真的，它会显现。但到先天的角度来说，有时啊，真正新鲜的就容易病。所以你若是讲一滴流感性的吼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二无好洗，叫到第三期啊，已经袂见啊。其实感情是啥？一个细胞尔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癌细胞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存在啊，啊看我，但是看我，我也也有人也信。啊，咱人精髓是，咱人精髓动作，咱人精髓无论要形象、要自业、要做对。你对待看，其实咱看完一个人，变做是人为观，咱作多为是真正讲善甲善下落。你对内在迄个性情变做自在，啊，迄个是人看会着，看袂着，啊，看袂着，咱咧欠缺啊。你有爱囝无？看无？内在迄个爱作性，一定会因为表现，咱讲要表现出来是真正。永远传下去，因为我们现在真是白眼病病啊，有10,800嘛，所以这个道脉啊，要永远的流传下去。所以用黄色代表生生不息，也代表天地铸成、天地进行。但是我们新换道，各位同学也要效法这个铸成不息。精神，所以希望各位修道，无论如何到哪一个地方啊，受到某一种考验，或受到某一种障碍，我们都要突破，要突破，才能够自强不息。所以这里面后水的一个后水柱子的一个啊设计的想法，还有我们啊这个从那个老母那个树下来。那个底都是红色的，啊，红色的，因为老母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老母是无形象的哈，各位有没有当过妈妈？大部分的哈有当过妈妈，请问各位当妈妈一定有什么？有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有了爱，才会有子女。对不对？假设你没有爱就没有生命，那我们今天各位得了这么宝贵的天道，我们要不要有爱？要啊！我们的爱不是爱我们的子女而已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要爱我们老母的所有子女，所以我们要孝老母，也叫做什么叫做？热成热，有了热，花光花热，有了热才能生生不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希望各位同心，我们得了大以后，能够发挥我们热，能够呢培养我们的后世，让我们的后世能够生生不息。这就是这颜色的一个概念啊，让它能。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哈，我们白羊阴阴啊，这个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佛堂啊，都是差不多都是这个字啊，
明明上帝无量清晰啊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万万能真常，二十个字啊，这二十个字呢，哎，或许是听说的哦。我们西域何老前人从大陆要来我们台湾开光，他带来了这个神位的这个匾啊，木匾啊，哦，木匾啊，哦，记住这个字。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是用水写的，用错线啊。我们西域何老前人台湾开光的国堂也是这二十个字啊，是用水写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木材给它雕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大概建筑啊是这样的哦。那我们身上的身体法物也是受制父母，绝对不可以有稍微的损毁。接下来，神韵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《母亲》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时候，他比我所把的他归还的
八号演讲说过没？咱爱世，咱爱世界观，咱的心中是咱观的世界中。咱爱心也多在咱的心中，唔通讲咱多在咱的心中，咱唔在。哦，所以性名相就是归心之境。咱因为归心之境，伊破关进入的功底。那么啥是归心之境？就咱的内底，咱的慢慢啊，咱做些报告交互听。达到自以自利妙义不可求，所以咱是讲对众生众生代志咱拢唔知影，哦，众生代志，咱去看佛家的经典，包括一寡较老的人来讲，咱拿以一万分来讲，咱南巴的多少一分？九千九百八九万八。那讲以一千分来讲，咱南巴的多少一分？多九百八十九万八。也许讲，我做博士的，你讲我这边啊，哎，真正哦，含做到博士，何况到咱像咱中国这个五十博士片，十四个博士含，对乌牛来讲，一百也个是千万公里之外，俺大家讲乌牛话话，哎，真正。所以这个思想，这个观念，第三讲，你开悟了，讲，你这个，哪要用出咱的天边，用咱的头壳眼去思考。用咱的意见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物件，宇宙的思想道理也好，思想也好，思想也好，拄啊好是做东西问题，名字太空中大，这个问题含义在太空中大。啊，你看迄个比，咱比万比亿，叫千分千分亿，你是国家不一定算得到啦。空，迄个什么啦？福建那边是都讲的比，就计算数不灵。你讲用世间的算数和上界道的数，单位是相算的吼。所以这个天地渺茫不可及，不可及，我来体会一下。啊，为什么讲咱呢？因为咱众生不离一念开悟出来，咱众生一个众生一念不离，所以每一个人想拢有一个普一性、起一性，有一个限制。像咱台湾，咱讲台湾，咱是讲一个北面，国语啊。哦，现在少年咱较老，有这个语文，哦，啊，若读语文，加有这个语文。咱台湾人是若讲真正出色，要捌三种语言的，然后三种语言，或者四种语言的，算袂歹。哦，不是这还是真老啊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咱人其实普遍捌语言的能力，但是咱叫做普遍限制了。普遍限制，像咱讲的，啊，台湾的国语。思想的交流，其实怎么样？在内心的世界内，咱当世界语言，咱代表咱内心的世界，内心的情绪，内心的意义，内心的思想，因为这是两样东西。所以，讲咱人的思想，咱人的观念，咱人的理念，包括咱人的性格，种种拢叫做普遍限制条。而且，分别人家十波的，十波就套啦，而且呢，十波就套外国，就套，那个讲套别吧。人讲咱廿三十个，啊，查某也是年下半岁，为了趁男无男无男，只讲咱做人赚钱，这也叫限制。哦，啊，不是咱无限制，伊是天道分道，哪里用做咧看？无论是看做男无男、白无白，哦，不行都无差别，没有差别。你个偏偏管人管人是差别，啊，那个差别就对啦。这道理从哪到哪？哦，一家人去甲看卡位，一时间两毛啊，一两行啊，这两千两钱啊。但是一家人来说叫无形形体了后，这有地了，有地了，有地了，有地卡，有地垃圾，有地地地，我无当不是大路，是不是有生命？啊，这边那讲，哦，当然讲就这也是天地间的事。那么我们做啥讲？迄个是道来变的自然嘛，不是咱咧讲自然道来讲，它就不能讲归无常，不能讲归无常安尼嘛，不是嘛？可是所以不可惜，所以才讲一线的距离，一线一线一线重要啊！一离离咱看袂，是讲社会，你再讲咱现在话做社会都离不开是嘛？哎。比社会差一万岁，咱现实三十万岁，变。
化为，有些不能存在的，无结婚的刚刚讲有些不能存在啊啦。但是呐，他大汉他跟不结婚哦，可能跟另外一个人，跟另外一个人，他跟不结婚，跟结婚哪都让我不懂哎。你讲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不听，我也不一定要相信你讲这个。但是现在跟不结婚我怎么办？所以他大汉在起念，我嘞。进来有人吃哦，要不做老板。我进不来来吃，社会嘛，全部来这过来，我来来过。进不来，啊，所以会这个社会，咱看会到，看袂到，但是看袂到，它其实是存在。所以社会啊，是咱的辛苦，咱就是白白的困难，咱辛苦都怪咱个人白。你看袂到，但是最边角度，最边边角度，你会看，真的。它会显现，但它有显现的效果来说，有时仔真正新鲜的人就会注意到，来确实了。所以你若听讲一滴就感情的吼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无好生叫放第三期的，是真特别的。啊，其实感情是啥？一个癌细胞尔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癌细胞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不知影，啊，看无，但是看无，它会有影的颜色。啊，咱人整个形，咱人整个动作，咱人整个可能要形象、要自觉、要做对，绝对大块。其实咱看完一个人，变成自然规范，咱动作维持怎样，不先发先累落，绝对未来迄个性情变做主宰。啊，迄个新人看会着，看袂着，啊，看袂着，咱个性质啊。你有爱听无？看无？内在迄个内容，一定为表现，刚刚你有表现出来是真正。啊，尤其呢，我们也会把这个会面一代传一代，生生不息，永远传下去。因为我们现在真是白眼病病啊，有亿万莲花的人嘛，所以这个道脉啊，要永远的流传下去。所以用黄色代表了生生不息，也代表了天地铸成、天地继承。但是我们新办道各位同学也要效法这个铸成不息的精神。所以希望各位新道，无论如何到哪一个地方啊，受到某一种考验，或受到某一种障碍，我们都要突破。才能够自成不息，所以这里面后水的一个后水铸成的一个啊设计的想法，还有我们啊这个从那个老母那个树下来，那个底都是红色的啊红色的，因为老母我们不要说我们老母是无形象的哈，各位有没有当过妈妈？大部分人啊、哦，有当过妈妈，请问各位，当妈妈一定有什么？有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因为有了爱，才会有子女，对不对？假设你没有爱，就没有子女。那我们今天各位得了这么宝贵的天道，我们要不要有爱？要啊！我们的爱不是爱我们的族里而已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要爱我们老母的所有族里，所以我们要孝化老母，也叫做什么？叫做热诚热，有了热，花光花热，有了热才能生生不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希望各位同心，我们得了大以后，能够发挥我们热，能够呢培养我们的后世，让我们的后世能够生生不死。这个是这个颜色的一个概念啊、哦，让它然后，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也知道哈、哦，我们白羊阴阴啊，这个。所有的大部分的佛团啊，都是差不多都是各自啊，明明上帝无量清晰啊，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能真常，这个二十个字啊，
这二十个字呢，哎，或许是听说的哦。我们新义和老先生从大陆要来我们台湾开光，他带来了这个神位的这个匾啊，木匾啊，哦，佛匾啊，哦，就是这二十个字。是那个时候呢，是那么纯粹的，用作下啊，我们新义和老先生。台湾开湾的国产也是正二十个字啊，是用竹子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木材给它雕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大概建筑啊是这样的啊。那我们身上的身体法物也是受制父母，绝对不可以有稍微的损毁。接下来，神韵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。母亲，
咱爱真正倒伫咱的心中，唔通讲咱倒伫咱的心中，咱唔知。所以性命上就是鬼神之敌，那因为鬼神之敌伊破坏真多的稳定。那么啥是鬼神之敌？咱等下来对，咱来慢慢来，咱做些报告来分享。达到自以自己妙义不可求，所以咱是讲对重点重点大事，咱都唔知影。哦，重点大事，咱分个啊，咱的研究，包括一寡较老的人已经讲。咱拿以一百分来讲，咱人百多万一分，九千九百八九万八。那讲以十分来讲，咱人百多万一分，多九百八九万八。杨先生讲，我做博士的人，我话这边啊，哎，真正呀，含这个博士，何况咱咱像咱中国这个五星博士、前十四个博士含，对宇宙来讲，一百一个四，千万多万一分。安大家讲五点文化，哎，真正，所以这个思想，这个叫做第三讲，就是开悟了，怎讲？而且，那要用咱的天边，用咱的头壳眼去思考，用咱的意见眼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物件，宇宙的思想道理也好，思想也好，思想也好，都要实存同一门一面的太空中来。比门啦，好比啊，太空有啦。啊，你看这比，那比万米比要千分，千分米比这个要比胜不高。空，这个什么啦？空间在变，这都讲的比如，就计算数不灵，比如，你讲用世间的算数啊，想盖到的数，哪会是这样算的高？所以这个是比妙不可及，不可及，我来体会一下。为什么讲咱呢？因咱众生不离一念开未出，咱众生叫众生一念不开，所以每一个人想拢有一个苦一心、起一心，有一个限制性。像咱台湾，咱台湾都是一个国际北京哦，国际啊，哦，现在效应在较大，有些礼物，哦，啊，若是有咧，有些礼物。咱台湾人是那个以前读出一个咧，捌三种语言的，然后三种语言加四种语言的生礼拜。哦，不是厉害，是真老啊！啊，为什么啊？咱人其实苦逼不依人的命，但是咱叫做苦逼限制了。苦逼限制，像咱讲的啊，台湾的国语啊，就是教育思想的教育啊，其实咁样。伫内心的世界，伫当世界的语言，当代表咱内心的世界，内心的精神，内心的意义，内心的思想，因为是两限制。所以，讲咱人的思想、咱人的观念、咱人的理念，包括咱人的性格，种种拢叫做苦业限制条。真的，方便你讲十波的，十波的就透啦。真的，十波的透外国，就透，咱讲透别方，透外国。所以，人讲咱亚洲是十波，啊，十波是五年，他不管社会是哪个国家国家，真的，咱所有的看起，这样子。唔是咱做咩事，伊是天道、分道啊！你用过咧看，无论是看作南方人、北方人，吼，不行都无差别，没有差别。唔过偏偏可能反而是差别，啊，迄差别是对啦。即道理唔会告别，都未完，啊，爸爸对啦，还是爸爸对。哦，食鸡卵，你甲看卡路里，你食两毛啊，食两汤啊，即两千两千啊。本身食鸡卵，咱先用五行形体了后，你有鸡了，有鸡了，有鸡卵，有鸡卡，有鸡卵子，有鸡肝，我都不是大路，甚至是卵生鸡卵。啊，这边哪讲？哦，当然话就即个，即啊就是天地间的事。那么我们从啥哪讲？迄个是道来变的事嘛，不是咱咧讲自然而然讲，啊，就是咧讲无形无相，咧讲无形无相，我安尼嘛。所以不可及，所以叫做一线的记忆，一线的重要。一厘米咱看袂到，是讲社会，或者是讲咱先看做社会个东西，还是看做啥？嘿，就是两样东西，比社会更加重要。咱先从啥子去看？变。社会，咱都是有看的，有社会的存在，
无只不能讲讲讲结婚就知影啦。但是若较早迄阵，咱讲结婚哦，去阿边个地方咧，阿边个地方咧，阿讲结婚，讲结婚，阿都啥无不懂的。你讲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也不一定要相信你讲这个。但是现在讲结婚，我就明白，所以较早咧钱啊，婆婆咧，进来有咧钱哦，要不是做老板。所以细菌啊，伫咱个身躯，咱就会病；病歹个菌啊，伫咱个身躯作怪，咱就会病。你看袂着，但是最灵巧、最天灵巧，伊个天灵说，真的，它会显现。等到天灵个角度出来，有时啊，真正新鲜个就会有袂着。哎，确实个哦。所以你若是讲一滴流感症个吼，第一、第二、无好势叫放第三期诶，真救袂起来。啊，其实感情是啥？一个细胞尔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癌细胞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不知影，啊，看无，但是看无，到尾也会有变色。啊，咱人整个体，咱人整个动作，咱人整个可能变形成变自业，变做多，绝对大块。其实咱看无，一个人啊，变做是人为分，咱足够为是真正讲善甲善下落。而且内在迄个性情会做主宰，啊，迄个是人看会着，看袂着，啊，看袂着，咱个心思啊，你有爱囝无？看无？内在迄个大众心一定因为表现，咱个叫表现出来是